最中意一個方法，就講笑，就喺個片頭係咁講嘅，係咁講，係咁講，係咁樣笑。咁跟住笑笑笑笑笑下咧，我哋就聽佢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就多嘢講咗啦。係咁樣嘅。係係係，可以。係啊係啊。郑重济州天王古天乐喜收红包，惊喜合体梁咏琪三人大合唱。情歌天王郑中基在香港红馆连开唱六场，19号迎来最终场，过程惊喜不断。不止12岁的女儿 Emma 在演唱会公开亮相，嘉宾还是这位超大咖。香港每逢歌手在农历春节开唱，歌迷都会发红包给歌手祝福，形成另类红包场的习俗。而据了解，制作单位会将这些钱全数捐给公益机构。郑中基古天乐曾合作过电影《家有喜事》，郑中基便兴奋在台上忆当年。我最近一个方法就讲笑，就喺个片头系咁讲嘅，系咁讲，系咁讲，系咁笑。咁跟住笑笑笑笑笑下咧，我哋就听佢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就多嘢讲咗啦。系咁样嘅。係係係，可以。係啊係啊係啊。唔係，其實我覺得最好嘅咪就係最慳錢嘅方法，咪就係請曬啲 friend 上嚟咯。梁咏琪也是演唱会一大亮点，想不到闷骚的天王古天乐十分调皮，反客为主，把台下看表演的梁咏琪和粉丝拉上台一起大合唱。郑中基3月9号也将来台公待两天，和粉丝相庆欢庆52岁生日。好啦，到你哋啦。多謝你們，還喜歡我這種。